三月以来，上海本土疫情呈多点散发，多链并行，隐匿传播，快速蔓延了开去。为了加强防疫，目前上海全市所有高校都按照校区采用了封闭管理模式。整整的夜的到底爱而同学们，我们奉校这段时间可以暂时在学校里面一起好好学习，一起好好运动一下。我们可以一起去拥抱美好的春天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闵行国际学生宿舍楼张宏宇，我来自孟加拉国，我来中国已经第五年了。这个期间，作为楼张，我非常高兴服务大家。So basically, guys, I hope you are doing well right now. Pay attention to your health and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that is near to you. I hope these things all happen.Pass super fast, and we can meet together again in the campus, and we can write calligraphy together. My friends, students, faculty, university, and Maniti, 加油！拜拜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一届华师大的毕业生李娜。听说因为国内疫情的爆发，华师大的同学们都在经历封校这件事。虽然我人在埃及，但心在华师大。华师大加油！上海加油！屏幕前的你们是最厉害的。目前我们在校内的学生们全是国民，包括我们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。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留学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有一些学生已经三年都没回家。亲爱的同学们，学校非常了解你们的感受。我们希望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，在这个特殊时期内，你们一定要遵守学校的规则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！我们一起共同守护，风雨过后一定会变彩虹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无论冬天多么寒冷，春天总会如约而至，就像这绽放的郁金香一样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，在不久的将来相聚在美丽的校园里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好，大家都还好吗？老师非常的想念大家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都请做好个人的防护。近来老师们还为同学们组织了系列云端活动，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参加，让我们相约云端。亲爱的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守护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，让我们同心抗疫，共克时间，我们和你在一起。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明年400名入优，我们和你在一起。 We are together。 同学们，我们和你在一起，加油！Мы с вами вместе. 加油！加油华师大，加油上海，加油同学们！我太想去了，上海再起头，我爱你们！新年圆满一个笑，明年有了目光发给你了，欢迎！Мы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вперед！是需要我们